慢慢说。对，咱们是哪个村的人叔？白鸡头村。白头村。然后咱们这是几亩地？咱们这是不到二亩地。不到二亩地。啊。怎么接触的咱这个巧克力？接触巧克力以后啊，就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。嗯。从去年，咱这个树啊，反正啊叶片不行。经过施了咱这个巧克力以后啊，叶片倒，果实倒。在卖的当中哎，他能卖到好的价钱，比别人多个3毛到2毛之间。嗯，那咱们以后还使咱这个产品没？永久的使下去。能不能帮咱们再介绍一点别的客户，就是别的老百姓一块使呢？一块使，我只给咱们介绍客户的。这个客户啊，也有那么些个看咱这树的，种这个树的，他有的好呀，他就是不行。多多的，他说怎么你这树这么好？我说经过施了，反正巧克力施肥少，效果透豆。这个挂果量感觉比往年，去年是挂的，实在是套的是22000，今年套的是28000，比去年还多。到小年基本上没有，他不用受影响，施了这个，他没到小年都是。